钱。嗯，我看是，他画的画，有的时候我们也都看不懂。那这个是他画的，这个是他画的。他的画有的时候我们都看不懂。小孩子想象力，那是他做的，这就是他做的。每个影片都是这样出来的，然后我太太有的时候会，我在负责拍，然后讲，我太太就在前面买东西啊，怎么样的。就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始终没有把考虑就是回国这一个在我们的选项之内，我们就没有考虑过就是是不是要回国啊怎么样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没有这方面的疑虑，因为我们就在这边其实虽然疫情怎么样，但是我们自己注意防护啊，然后就是自己注意点啊，其实还是可控的，其实很说严重吧也不太好说，因为是全世界哪里都是这个情况，你跑到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你也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就准备就是在这边就安心的待着，因为回国的时候，现在如果我们回到中国的话，然后再来马来西亚，对孩子的学业啊或者各方面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啊都是一个打断，各种节奏都会打断，所以我们就始终都觉得是留在这边是我们最好的选择。马来西亚，就算你那个不幸感染了这个病毒，我觉得好像也他的这种各种样的症状啊，然后治愈啊，我觉得也还是做得不错的，因为他死亡率啊，然后重症率啊，好像也不是在全世界应该来说算是排得比较靠前的，就是做的是医疗方面做的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太担心这个东西，反正顺其自然吧，自己做好防护就可以。喜欢马来西亚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们想换一种在中国的生活环境、生活节奏，我们就想着是来到马来西亚，最终选择马来西亚，就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第二家园一个政策，相对来说是比较吸引我们的。难忘的事情啊，其实也没什么难忘的事情，对我们来说生活就挺平淡的，没有，其实都挺顺畅的，就没有什么特别让人记忆犹新的事情，就感觉在这边生活得很舒服，就每一天就是心情很好，就是这个样子。语言上面对，就是这边的华人这口音跟我们中国来的就是也有的时候我就听得很吃力，大家都在说华文，但我太太比较厉害，但我有的时候都要我太太来通过翻译，他们说一遍我都没听懂，我太太都能给我翻译一下说的是什么，我觉得她比较厉害，就很多叫法啊，然后很多就是口音啊怎么样的，一开始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这方面的一些，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像我们也学到很多各方这里的一些
不同的叫法啊，对于一样东西的称呼啊，怎么样的，就慢慢学习嘛，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大家主要是都是就不懂，然后问，然后大家给你解释，就是一个沟通的一个过程嘛。我觉得也都是这里人也都很热心，然后会跟你解释，然后怎不会说你因为说的怎么样啊，或者态度不好啊，没有，就挺好的。就有可以举几个例子嘛，就是让你听啊，就是一头雾水的那种。那水草。我们的就是你们叫吸水管。我们叫吸管，我们一开始吸管，然后。那么水草，这个一开始就听的根本就完全都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就是买那个饮料嘛，买那个我们一开始好像是跟说要吸管，没听懂吸管，人家没吸懂，我们说这个要水草，就是、我太难了。这个样，然后点了一下才能，就是这个样。因为我不知道马来西亚会吸管会叫吗？还是主要是叫老？因为老一辈的人，他上啊，年轻到老都是叫水草啊，就叫水草，是吧？怪不得呢，因为我们记得那一只是比较年纪大的一个华人，就那吸管叫水草，怪不得呢。所以水草在中国是什么东西吗？就水里面长的草吗？就水里面长的草之类的东西，水草。